我是秦十月，今天来学习一款小花盆的勾边方法。大家可以勾一些小花，然后插在里面。那下面我们开始吧。下面呢，我们先勾这个土壤的部分。土壤的部分呢，大家可以用这种深色的线，你像灰色的、棕色的、巧克力色的都可以。那花盆的地方呢，大家可以用喜欢的颜色。手指绕线，绕一圈吧。先勾六个短针，然后拉一下这个线圈。在第一针里这样引拔过来，第二圈呢就是全部加针，变成12针，在每一个短针里勾两个短针。第二圈勾完，在第一针里做个引拔针。第三圈勾一个辫子针，起立，然后隔一针加一针。先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在第二针里面勾两个。这一圈加完针呢，还一共是18个短针。第三圈1、2、3、3、6、1、18，那这个针数就是这样算的，就是用这个你起针的针数乘以圈数，又得出来这一圈一共是多少针。那这一圈呢，大家把它勾完，隔一针加一针。下面开始勾第四圈，隔两针加一针。这个土壤非常简单，就是一直加针。先勾两个短针，在第三针里面勾两个短针，加了一针。这一圈加完针，一共是24个短针。第四圈勾完，做一个引拔针，开始勾最后一圈，就是隔3针加一针。这一圈加完针一共是30个短针。那这里呢，勾到最后，大家在第一针里做个引拔针，就可以断线了，这个土壤就勾完了。那下面呢，开始勾这个花盆。花盆的颜色大家可以去自己选择，这里呢我还用这个颜色来作为演示。这里呢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土壤的勾法，一直到环形起6个短针，然后每一针里加一针，12个，然后第三圈里就是隔一针加一针，第四圈隔2针加一针，大家把它勾到隔2针加一针。再来看这个视频，这里呢我勾到了第四圈，然后加完针之后一共是24个短针。大家就挑这一根线，第一针里离我们远的一根辫子勾个引拔针。下面开始勾第五圈，第五圈就是勾一圈的条纹针，钩针入针的位置就是在离我们远的一根辫子上。
然后大家一直把它勾完。然后往下面呢，第六圈和第七圈就是不加不减的勾两圈24个短针。这里我勾到了第七圈，不加不减的24个短针勾完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第五圈的时候我们挑的离我们远的一根辫子勾的条纹针。这是花盆的底部。下面呢开始勾第八圈。第八圈开始加针。勾一个辫子，然后在第一针里面勾两个短针，就是加了一针。这一圈呢就是勾七个短针加一针，一共加了三针，加完针之后呢是27个短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那我们现在又开始加针，这里呢第一针已经加上了，所以这一组就完成。然后再继续勾一个加针，往后再勾七个短针。这一圈加完针27个短针，然后下面的第八圈和第九圈不加不减，第九圈和第十圈不加不减啊。这里呢第七圈、第六圈和第七圈勾完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第五圈我们勾的这一圈的条纹针，这里是小花盆的底部。下面呢开始勾的是第八圈，第八圈呢就开始加针了，每七针隔七针加一针，然后一共加了三针，加完针之后是27个短针。这里呢我已经勾了一组，第一针已经加了一针，然后勾了7个短针，又勾了一个加针。7个短针，然后加一针。下面的第九圈和第十圈就不加不减的勾27个短针，后面呢还剩了7个短针，大家把它勾完。这里呢第十圈我已经勾完，开始勾第十一圈。第十一圈勾8个短针加上一针。六、七、八，然后加上一针，这一圈呢也是加3个短针，一共是30个短针。大家把后面的勾完，隔八针加一针。这里十一圈我已经勾完，一共是30个短针。下面十二圈呢，我们要和这个土壤连起来一块勾。在勾之前呢，大家拿出一个这样的纸壳，对照这个盆底剪出它的个形状来。然后看一下，这样的话就是增加它底部的这个牢固性。然后放上稍微大一点，然后再剪去一点。这样可以了，这样的话它的底部就这样能站得住，能稳定。然后拿出这个土壤来，
因为这个土壤也是三十针，这个也是三十针，所以它俩一起勾，立一个辫子。那随便去找一针，直接勾三十个短针。就这样一针对应一针的把它勾完，大家勾到最后还剩一个小口的时候，把这个珍珠棉填充在里面。这里呢一共三十个短针全部勾完，下面开始勾最后两圈，在第一针里做个引拔针，那就是挑离我们近的一根辫子挑，这样勾一个引拔针，这一圈呢隔四针加一针，只挑离我们近的一根辫子，一二三三个了哈，然后四，勾完四个短针，然后加一针，只挑一根辫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加针。来看一下，这条离我们近的一根辫子，大家就是隔四针加一针，大家把它勾到最后。那第十三圈勾完，在第一针里面勾个引拔针，这一圈呢是勾后半针，就是离我们远的这一个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个引拔针，就是不加不减的勾三十六个短针。就是挑离我们远的一根辫子勾，就这样，大家把它勾完，就像勾了一圈条纹针一样。勾完最后一圈呢就可以断线了，这个小花盆呢就全部勾完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土壤花盆。